是大家看到了，这是在美国林肯纪念堂的门前。今天呢是星期五，美国呢一群这个年轻人在这地方呢做俯卧撑比赛。哎呀，刚才这个大胖子大个子这个大块头把我举起来，他连做俯卧撑做了好久了。我现在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的手发抖，哎，因为刚才我跟他们一块儿做，太有趣了。我们脱衣服，咱可以看到在哪里啊？就在刚才，咱没看到吗？他们这是一大堆人呢，组织一个活动。刚才大家看到没有？有残疾人啊，叫双腿没有的，然后在这边做俯卧撑。很多人以为呢，残疾人做俯卧撑啊，他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些美国年轻人他们在这儿就是要表现身残自坚的精神，而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家发现没有？在林肯纪念堂，在林肯纪念碑啊，这样的一个庄重的地方，在国家公园这个地方，他们搞这样的活动，我觉着挺有青春活力的。你想象一下，假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也会很有趣？我相信会很有趣。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这么想，甚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个别人可能会想不通。在美国人的国民性当中呢，洋溢着一种呢乐观的情绪，他们好动啊。我们中国人主张静，一静自能开百丈，一片柠檬一静容。但是美国人主张动，所以呢，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尤其是你像林肯这个林肯纪念堂的周边草地啊，这个河边。都有很多人早晨起来晨练，是吧？男男女女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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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跑得很开心。刚才呢是美国的著名的那个电视台叫 Fox 电视台，他们在这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猜想可能是残疾人参加体育锻炼，但是呢陪着他锻炼，有很多男男女女的青年在这排成两大队在这做俯卧撑。我从那边走过来，我一看他们，好，我把衣服一脱，我跟他们一块做。哎呀，老了不行了，一把年纪了，但是我还是坚持做到了最后。当然了，你能想象到的，肚子哈哈着了地了，膝盖着了地了，我掏了一点懒。哎，你看看刚才的大块头胳膊有多粗啊！我不偷懒，我能做到半天啊，能做到最后啊。我们国际卫视的小蓝天，小姑娘问我，你做了多少个？我说你能记得住吗？啊，激情状态之下，突然间参加一个队伍，一转转转，做多少个不知道，但是呢，做到什么程度我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我手抽筋，我哆嗦了，我现在心里突突突突突突跳。假如现在量血压的话，你会发现我现在血压呢，至少超出150-160毫米水银柱，平时我绝对是80-120。现在活动呢还没做完，现在你看这两个女孩。那个下面女孩显然平时呢做的比较少，现在另外一个那个一个女孩抱着她，然后做几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也可以在别人帮助下做俯卧撑，这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也可以在别人帮助下啊游泳一样，有教练慢慢来。说到底，人的力量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肌肉的收缩的力量。肌肉的收缩力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来说绝对是重要的，它不仅是包裹这个骨骼，而且呢它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是有利的。人在远古时期进化的时候，人是每天要跑的，那个跑不是有节奏的这么跑，那是后边有猎物有这个食肉动物追着我们人类跑。在人类没有获得现代科技之前，人类呢在动物界当中呢是处于低端的位置，老虎啊、狼啊，甚至猎狗啊都可以呢这个与人为敌，至于碰到蛇那就没命了。所以呢，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它其实早期呢它是非常之野蛮的，它必须像其他动物一样跑得很快，上树很快，有东西吃马上抓到肚子里就吃，吃了以后那可能呢几天之内都没有吃的。现在我们社会进步了，文明了，大家享受着闲适的舒适的生活，同时我们人类在久远的进化过程当中本来有的本能也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了这种本能，所以呢这人呢就手无缚鸡之力啊。你看那小伙子，现在中国啊，包括香港，包括澳门，是吧？华语地区很多地方都崇尚什么？崇尚中性美，还什么花样男色？那男的一看，你说他是男的吧，他有点那样；
你说她是女的吧，她有点那样，是吧？哎，这俩小哥不错，你看就是爷们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条件越来越好，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现在呢有足够的时间来休闲的时候，还要不要保持一些体力上啊强悍？也就是说，中国的伟人毛泽东早年间讲的"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个口号的精神，我们还要不要？我觉得，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样的一种原则理念，在美国反倒是坚持得很好的。所以各位，刚才看我做俯卧撑，刚才看那些这个人在做俯卧撑的时候，那种状态，我就有一种兴奋感。我虽然现在在北京住了快40年了，但是呢，我小的时候我是个壮体力劳动者，从小呢在野地里奔跑，跟狗跑。来美国采访几天了，今天呢是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的门前，本来是要这个看林肯塑像的，本来是要进入纪念堂的，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一个意外的这样一个情景，快乐、兴奋、自信、年轻、 happy 这种状态真好。我希望看到司马白话特别节目的人，我希望我们爱心国际卫视的人，以及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所有的人，你们能够从美国的年轻人在林肯纪念堂做俯卧撑，残疾人身残志坚的所有的表现当中，能够感受到人的生命的快乐。你看这些美国的青年，他们光着膀子打着脊梁啊，他胸大肌非常发达。刚才有一个小伙子，一小姑娘跟我说，哎呀，你看一个美国男人这个地方比有些女人那个地方都高。嗨，这是一句调侃的话，但道理如此，对不对？因为你经常做，那你肌肉就发达，肌肉发达，那你的消耗就好，吃得香，喝睡得着。中国有个相声演员叫李嘉存，他说啊，吃嘛嘛香，吃嘛嘛香。他说那个牙好，牙好当然是健康的一个指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运动，适度营养，均衡锻炼，良好这个习惯，再加上呢这种这个野蛮式的训练，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刚才那个喧嚣的人群呢，我们离他们稍远一点，这时候呢周围的环境稍稍呢就这个平静了一些啊，安静了一些，所以呢我在这儿就能用正常的说话的方式来跟您说话。刚才那边人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喊着说。这个林肯纪念堂啊和林肯纪念碑这两个呢，在华盛顿的这个国家广场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建筑相距呢，这大概有几里地啊，但是呢它整个浑然一体，主要是在这两个建筑的中间呢，它有一条长长的啊，长长的这个方形的这么一个水系，因此在两端看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这个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林肯纪念堂的倒影呢，它这个白色的大理石的建筑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在倒影当中呢，就上下呢就形成一种呢这对称的关系，所以显得更加宏伟，也显得更加肃穆。至于林肯纪念碑呢，它本来就非常高，一个大铅笔，老远的地方可以作为标识。刚才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找不着了，但是一看呢，林肯纪念碑那个大铅笔高高的矗立着，所以呢，从我们就直接绕过来了。它是个建筑标志性的建筑，它能够在这儿起到交通的指引作用，类似于海上的灯塔。这个浑然一体的两个建筑，张扬的是美国的精神。很多人误以为啊，林肯呢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统，至少第三任总统。我们很多人脑子不清楚，来来来，我问你一个事儿，问你个事儿，林肯是美国第多少任总统？这小姑娘给我做了一个 victory 的手势，她要走了啊。我们很多人脑子是糊涂，告诉各位，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啊，一二三四，前面15个总统了，对不对？每个总统如果4年的话，那4、5，那20，然后那都多少年了？那6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各位，我们大家想一想，林肯呢，他在前面有15位总统，这个林肯他在美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从小读关于林肯的书啊，我也看到毛泽东青年时代呢读这个《华盛顿传》，读关于林肯的一些书，然后呢少年毛泽东所萌发的对于世界先贤的那样一种向往的技术性的文字，所以我就在想，林肯之伟大呀，林肯之受到民众的这种长时间200多年的这样的100多年的这样的一种长时间的拥爱戴，
那一定是有道理的。道理在什么地方？首先说林肯这个人呢、啊、他看上去个子非常高大，比刚才抱我那大块头个子还要高，他1.9米。你想那个时候啊，他比毛泽东要大将80多岁啊，那么大，那个时候那么大个子，那简直就是巨人。但是对不起，他脸色呢表情相当阴郁。所以在林肯纪念堂，你看林肯坐在那地方，那个椅子非常大，那当然是夸大了。可是呢，如果在人群当中面前你一个1.9米一个大个子，而且面容忧郁啊，络腮胡这样，这个人给人感觉他要需要这么看。然后我这1.60米的小个儿，然后看他1.90米的，30多公分在那儿。当然，大个子傻大个子多的是，绝非因为他体魄上的高大，自然就带来了伟大的感觉。非常重要的是，林肯他出生贫寒。林肯小的时候没读过什么书，而且妈妈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呢打工啊，当纤夫啊，打零活啊，什么活都干过，直到25岁之前基本上居无定所。后来继母对他还不错，受了一点教育，但那个教育比之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是读博士、博士后搞研究，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伟大的人物、啊、往往不是学校啊，全日制教育、啊、教育出来的。林肯在社会底层的打磨当中，他渐渐地建立了一种威信。什么威信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片子里面，很多人管他叫大哥了。这个大哥呢，主持公道，很多事儿不平，他一摆就平了。为什么？因为他站得正，行得端，他自己呢，处以公心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对林肯成长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自学法律，后来呢，当了律师。因为自学法律，当了律师，所以呢，就培养了他呢，更加注重证据，啊，实事求是，长于表达，非常逻辑化的处理事情那样一种能力。林肯受到了周围的那些民众的欢迎，后来呢，他自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这个成长，人格愈发伟大。所以呢，林肯在他参选议员之前，他已经在周边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当总统不是偶然，甚至当了一届总统之后还当一届总统，在第二届总统的时候，他的威望就已经达到最高点了。为什么？另有两个在史书记载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便是第一，解放黑奴。解放黑奴这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那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人人生而平等嘛，对不对？刚刚建国前，你15个总统，你都讲人人生而平等，这写在独立宣言当中的，对吧？你怎么可能一部分人是你的奴隶，那华盛顿还蓄奴呢？那怎么办？但实际上解放黑人相当难，那些身处忧郁地位的人，他们通常不把别人当人。因此在美国独立宣言当中讲的人人生而平等，那个人人里边是不包括黑人的啊，不包括穷人的，不包括女人的。既然不包括黑人，不包括穷人，不包括女人，那你还讲什么人人平等？那就是你们富人平等，你们富人俱乐部的平等，你们之间的那个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当然了，历史呢，它发展有个阶段性，我们不能要求一开始提出个口号来，社会一下子就平等。我们必须意识到是个渐进的过程，啊，一个事情的完美，一个事情的发展，有个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啊上升的这样一个进步的过程。OK。15任总统过后，到了第16任总统，林肯那里，林肯就提出一个主张，叫解放黑奴。解放黑奴源自于独立宣言那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基本理念，你看看这多艰难呢。可是林肯解放黑奴这个想法呀，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奴隶主，我就是靠奴役这些奴隶，我才获得财富，我才自己过得很滋润的生活。我怎么能同意你要解放黑奴呢？解放黑奴，你等于说你不是解放他，你是跟我过不去。所以，林肯解放黑奴的这个主张遭到很多人反对。哎，当然了，历史也会有人这么说，有人说当时呢，为了打击南方的这个奴隶主，打击南方的庄园主。林肯呢，是因为北方和南方的矛盾，所以林肯高举起了一面旗帜，叫解放黑奴，置对方道义上呢，啊，是不洁、不耻的地位。所以林肯在这地方使用的是一个战术，我不管，
我不管你是战术还是战略，但是解放黑奴这话是对的，而且林肯讲的最著名的那几句话，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强调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属于人民，那人民来管理，那 for the 人民。三民主义主张呢，直接引自于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所以林肯作为呢美国的总统，他不但善于处理复杂的事情，而且他在理念上提出的口号使人无懈可击，使他成为美国的伟大的总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我们通常会说是因为南方奴隶不人道，为了打击这种奴隶制，所以发动南北战争，但其实是北方的工业和南方的农业之间因为利益上的矛盾。我以这把年纪告诉诸位，天下所有的事儿啊，天下所有的事儿，眼前的事儿、昨天的事儿以及明天的事儿，如果你要分析它，如果你觉着含混，如果你说不清楚，如果别人关于这件事情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你就要注意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是什么？利益。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离开了利益，就要出丑。赤裸裸的利益，有的时候会表现为温情脉脉的利益，表现为看不清楚的利益，表现为看似跟利益没关系，其实是为了利益。当然利益就复杂了，谁的利益？我个人的利益。难道林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吗？不，林肯是为了美利坚的利益，林肯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这个绝大多数人也存在一个怎么定义的问题。看司马白话节目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发现，说司马南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拐那么多弯儿啊，怎么开始说的我能听懂，后来听着听着就很绕。告诉各位，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问题。当天下的事情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可是如果你能看到简单的结论的背后还有复杂的原因的话，还有复杂的背景的话，还有利益关系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你成熟了。跟各位说，苗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但独立宣言主要不是讲平等，独立宣言主要是讲老子不伺候皇上，英国皇上你凭什么在英国对我们指手画脚？凭什么我们要走私你不让？凭什么我们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啊，中国的瓷器，还英国你要给我上关税？我在美国美洲殖民地，我凭什么要当你的下级？相当于咱们在办公室里部门经理跟总经理说，老子还就不服了，我部门经理凭什么要听董事会的？凭什么规则要由董事会决定？那英国那皇上当然就是董事会啊，董事长啊。所以独立宣言在英国那边往这边看，那就相当于美洲大陆的这帮清教徒和这帮的当时流放的各种犯人，你们现在在闹分裂，你在闹美国独立，这是典型的美独主义、分裂主义、分离主义势力。那既然是独立宣言当中强调我们的分离主义、分裂势力、美独主义是一种崇高的价值，那你讲我是为了分裂而建国，那怎么讲？那必须和分裂没关系，一定你欺负我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平等待遇，没有代表权便没有纳税权，我们忍无可忍，我们独立了。嘿，独立宣言是这么唱的。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富兰克林的他们那批呢美国的开国领袖，他们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讲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祖国统一啊，南北战争大胜伟大的国内战争，你觉得有没有矛盾呢？很多人觉得统一它有什么矛盾呢？告诉你，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那既然你作为英国的属地的美洲的殖民地的，那这波的人你们闹独立，那人家南方为什么不能自己成立一个国呢？你现在你这个你美国啊，你费城，你华盛顿的，你这个国会，你凭什么就不让人家南方独立呢？南卡莱罗纳州那边人家都要成立国家了，你凭什么不让？那既然是
人民选择的结果，南卡莱罗纳州那边的南部奴隶主，人家那帮人，人家已经，大家也是投票，最后按照呢基本的模式成立一个国家。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也就是说，美国独立，你觉得有道理？人家美国南部另外一波人要独立，你就打人家？你想想，这个在逻辑上怎么讲得通呢？当然了。今天的美国人，包括中国的很多观众，不再思考这样的问题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教科书怎么说了，我们便怎么说；历史学家怎么说了，我们便怎么说。可是我不这么看问题。你好，嗨，这小姑娘多漂亮！在林肯纪念堂和林肯这个纪念碑呢，这个非常长的一个这个水系的边上呢，我们看到呢，一家一户的美国人，各地来的游客在这地方游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安静的、很闲适的、很舒适的地方。如果我住在边上啊，我会经常来锻炼。但是有一点不好，这是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呢，老是有飞机飞过，而且这飞机怎么在这儿飞的时候又很低，速度又很快，所以每当有飞机飞过的时候，轰鸣声，空气就跟撕裂一般。前面是越战纪念碑和美国人所说的韩战纪念碑。越战跟谁打呀？跟越南人打。越南人怎么能打过美国人？所以中国人民抗美援越。历史上我年轻的时候，再一个还有韩战纪念碑，美国人叫韩战，号称联合国军到这个朝鲜去阻止共产主义的侵略。在中国这叫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跟美国为首的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啊侵略者战斗。所以我们有这个英雄赞歌，有王成那样的英雄。说起来，中国和美国关于历史仅仅讲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啊，英雄有什么不对啊？英雄主义，对不对？自由民主都很好，但是到具体政治层面，关于两场是记忆深刻的战争，美国一个说法啊，中国就另外一个说法。所以到这儿来参观的人，我们需要有那么一点独立思考，需要有一点超越历史迷雾，站到历史制高点、文明的制高点上来审视自己，也审视对方的那样一种智慧和勇气。走。